你知道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绿茶都是怎么安慰他们，让男人老松的吗？他们真的有一套标准流程的，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动作八个话术。这套下来，别说是男人，女人都招架不住。一个动作就是温柔地拍拍他的后背，让他趴在自己的怀里。八个话术呢，你们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。你已经很优秀了，换成别人肯定做不到你这样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也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不管怎样我都爱你。第三个，亲爱的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有办法克服困难。亲爱的，你一定压力很大也很累吧，我很心疼你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陪着你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自己消化，不想让我担心，但你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我很在乎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说话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跟我聊聊，我随时都在。第七个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只要你需要我，我一直都在你旁边。最后一个，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亲爱的，你很厉害，但我也不想你那么辛苦，我想和你一起分担。我总结一下，这八个话术就是共情加支持的随机组合。男人听到就会觉得他好懂自己，竟然真的有一个人全心全意支持自己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男人会对绿茶上瘾了吧？